将来想要继续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人，一定要准备好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必须要在大学里面赢得胜利。2018输了就没有2020，但是2018要赢，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大选是接受全民全面的检验，不管你的专业、你的经验、你的政策、你的能力、你的品德，跟你过去从小到大所经历、所做的事情。媒体上讲了许多的话，说担心周锡玮会破坏团结，担心周锡玮会不会脱党竞选。我跟各位报告，这些都是无稽之谈。交付最重要，稳住新北，重返中央的任务。谢谢我们吴主席，谢谢我们侯市长，谢谢我们周建县长。大家，我们和侯副市长哦，现在还有公务，他赶场了哦。这种流感，台湾很小，只有一个。其实台湾真的不需要分南跟北，只要分作息，以往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一定希望国民党在新北市2018的选举一定要能够。但是我过去说了许多的话，我是为党好，我从来没有说党中央决定的事情，我不接受，我都接受，因为我觉得我必须要说，党员的心声跟民众的心声。我看昨天周进来有提到说，他也尊重党中央的决定，我们不要把他算将军，因为他的全文就是他尊重党。那我们对副主席的马亮，刚好我们也观察一下，是吧？